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个视频讲的主要是关于 Amazon Flex，然后我自己最近想要开始做这件事儿，去 YouTube 上面查，发现都没有什么中文教程。我也是菜鸟一个，所以呢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这样子如果有想要参与的人，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查找。因为我发现其实还是蛮多中国人做 Uber 的嘛，啊，这个跟 Uber 其实概念也差不多。我已经注册了，所以我跟你们先讲一下怎么注册。首先呢，你要去他的网站上，然后你 Google 查就可以查到Amazon Flex 的网站。你只要打 Amazon Flex 进去就好了，然后就给你出现它的官网，官网上面有非常具体的介绍，有视频，有图片，有文字。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英文水平，差不多看一下就好了。然后会，基本上说的呢，就是说大家为什么鼓动人心的话嘛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，有些梦想啊、生活啊都可以完全具备。然后上面有说，就是保证你会赚到18到25块钱一个小时嘛，然后具体的话怎么开始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你就要点那个 Get Started，就是开始，然后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件事儿。然后你们看到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地区，像我是在湾区，你选的话选 Notify me a new location，就是左边第一个，然后选了之后选 Next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之前好像是有给我选区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过这个网站了。不过你选第一个也没错，然后问你是不是21岁以上，你选 yes 左边那个，然后问你是不是有一个四门的车，然后更大的也可以，你也选择 yes，对了，你要有这么样的车嘛，不然的话你塞不下那些包裹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呢就问你是什么手机型号，我的话是 iPhone，所以我选了 iPhone。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你怎么安装它这个程序在你的手机里面，然后你就把这个网址输到你的手机里面。然后千万要记住的就是说，它这个步骤告诉你第二步，因为你要运行它这个软件的话，你要征求苹果的同意。也不是同意吧，就是说苹果要相信你这个软件，所以你要去你的设置，手机里面的设置，里面手机的设置，然后一定要相信这个软件，就相信这个 Amazon Flex 的软件。你要确定了这个之后，才可以下载这个软件，不然的话它不让你下载。之后呢，你就在手，接下来跟电脑就没有关系了，一切操作都在手机上操作的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接下来是手机上面的，我是 iPhone 啊，你去设置通用，然后去设备管理，设备管理上面就会出现你的 Amazon Flex，然后你把它验证就好了。好了，你验证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下载这个 Amazon Flex 的软件在你的手机里面，然后接下来呢就都在手机上操作。操作的话，把资料填了，我记得是应该会要上驾照信息，然后生日啊那些。反正你就跟着他做就对了，然后到最后一步呢，就是要做背景调查。背景调查的话，需要花到2到5天时间吧。我的话是好像是3天，因为我是在节假日，所以不太准。基本上3到5天是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回馈的。然后好了之后呢，我再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 Amazon Flex 的软件是长什么样的，非常简单易懂。然后我下午的话会去接我的第一个单，我会给你们也全程录一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补充一下，你们大概要给自己有一个空余的半个小时时间，因为你注册的，因为你在软件的过程里面，它是要你看很多的视频的，它视频就是教你怎么用这个软件，所以你大概要花上半个小时时间看视频。然后才能完成整个，提交的过程。好，谢谢大家花这个时间听我讲。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，然后我会尽量的配合大家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。谢谢。